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？我帮你报仇啊！对啊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啊？没有啦，我突然想到，我那天跟琼哥看完电影，然后回家发现大姨妈没有来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没想到你除了在外面花心，连自己的朋友都弄下去，你这样对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不要理他，怎么先打？啊！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我大姨妈了，我好想她哦。啊，好想她。对啊，这是我去年一月跟她拍的照片，你们看。啊，所以你刚才说的大姨妈是你真的大姨妈哦？我的大姨妈当然是我真的大姨妈，不然还有假的大姨妈吗？这跟真的假的无关啊！你刚刚说你大姨妈没来，我们以为你是大姨妈没来，不知道你是真的大姨妈没来啊，所以我们才会揍熊哥啊！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大姨妈到底跟熊哥有什么关系？别吵！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文香一开始说她的大姨妈没来，指的是她真的大姨妈。可是范武跟来福把文香真的大姨妈当成那是文香的大姨妈，她以为她的大姨妈没有来，所以才跑来揍我。懂了吗？了解吗 ？Understand？ 我要先回家。我们去那边坐吧。好啊。蚊香，我帮你打蚊子。你干嘛啦？有蚊蛛啊！干嘛一直欺负熊哥啦？啊，就真的有蚊蛛啊！小丁丁，小丁丁，等一下，你不用说。是不是被范虎欺负了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奶是不是被欺负才来找我？哦，真有用哎！哦，你知道还不快给我道具？怎么了？就刚才公园里面蚊子很多，然后范虎就说脸上有蚊子，一直扒我，一直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没买杀虫剂啊？对嘛？可是杀虫剂臭臭的啦。对啊。好了好了。那要怎么用啊？就拿来粘蚊子啊！哦，现在还有绿色口味哦，是青苹果的。那有没有红色的草莓口味？啊，那给你们，走，我先去公园。谢谢谢谢。蚊子怎么那么多啦？好烦哦！哎，熊哥跟小丁丁来了。他们来有什么用啊？蚊子还是一样多啊。我有这个东西，这是我借你的啦。是小丁丁借我的。像像像。哎，你怎么不后退？好啦。他不是靠我道具的。哎，文香，你那有蚊子。不用担心，蚊子已经解决了。哇，小丁好快哦，谢谢你。小意思。熊哥好嗨耶！我就知道我进来是对的，谢谢你。原来这就是和朋友有着相同目标的感觉，这感觉真美好。我想这就是友情吧。文香，是你让我明白友情的美好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的，谢谢你，文香。那还有假的大姨妈吗？这跟真的假的无关啊。你刚刚说你大姨妈没来，我们以为你真的大姨妈没来，殊不知其实是你的大姨妈没来，所以我们才会揍熊哥啊。不是，你讲反了。我讲反了。你刚刚说
以为是你真的大姨妈没来啊，没想到你是那个大姨妈没来啊。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欺负你了。还不是靠道具？他刚还没讲，还没讲完，你还有多话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的。你干嘛呢？我不想去吗？走吧。你不要开门！你不要开门！你不要开门啊！你干什么了？我是不能去吗？走。